各位菩萨，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想，因为刚才我们讲了大圣三系，大圣三系，是让我们知道说，我们今天所要讲的圣曼经属于哪一个系统？它属于什么？真常唯心系。那真常唯心系的自性的定义，跟性空唯名系的定义一样吗？不一样哦，它是不一样的。虽然都叫做自性，那波瑞系或者叫性空唯名系的自性怎么定义啊？它是单一的、不变的实有的主宰性，叫做什么？自性。但是我们说，所有的一切因缘都不具有这个特性。但是我们非常深沉，是不是一直都觉得有这个特性啊？所以我们一直在追求那个最基本、最小、最小的一个端点，有没有？基本的组合、组成的元素到底是什么？在科学家里头，是不是也在追这个东西啊？这也是我们的自性妄执呢。而且一旦我们拥有生命，我们就希望我们长生不老，是不是也在执着这个不变的自性啊？对不对？我们是一家之主，我们就一直告诉儿女你应该要怎样，你应该如何，你的太太应该如何，谁都应该如何，这个是不是主宰的特性啊？但是我们主宰得了吗？所以学佛真的是让我们从不要自以为是开始吧。我们为什么自以为是？因为我们有很深沉的什么自性妄执。这个自性妄执就会造成我们第七意识的杂染。第七意识只要是杂染的状态，我们透过自我所去想的、判断的、所作所为都是非量的基础。所以我们说，当我们学佛之后不要再自以为是，而要知道自以为非，我们是错误的。我们认知上是很深的错误，深到什么程度？我们都以为有那个单一不变主宰的什么特性。当我们搞不清整个宇宙人生的真理法则的时候，我们干脆把它归为一个万能的上帝，这个是不是也是自性妄执啊？因为由上帝来主宰这一切嘛，而且是唯一的哦，是不是？这个是不是也是自性妄执？其实这个我们在非常深沉的那种执着当中这个是我们很深沉牢不可破的部分。所以要不断的用波瑞、用性空这样的观念来怎样破除、破除、破除，是不是才有机会提升啊？是透过放下而提升的哦，是透过放下而提升所以在这里也给大家一个观念，就是说，假设我们这是我们生生不已的生命之流，能不能深入佛法？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在于我们不是只有看有生之年的这一段呢。我的现在是怎么来？从无始的什么过去式来的？我们还得要去面对什么无尽的未来？我们也才可能从凡夫透过学佛而怎样成佛？对不对？要知道这样子的一个过程跟方向呢，那么就是导师所著作的什么成佛之道，有没有？导师的成佛之道就告诉我们如何从一位凡夫，那么透过学佛，首先一定要先超凡入圣，无生法忍，乃至到什么才能够成佛的，才能够成佛，是必然的有的一个过程。那么最重要的，能不能踏上成佛之道的一个基础，就在于什么？菩提心。它是一种觉醒的心，觉悟的心。要怎么觉呢？要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心。像性空，甚深的空义，是佛陀告诉我们的真理法则，甚深的真理法则，让我们去除那种自以为是的、单一的、不变的主宰的什么特性。我们不要再自以为是，真的
啊，为什么我们沦为凡夫？就因为我们杂染，自以为是嘛，着相啊，啊，着在什么外相上。所以呢，我们说这份菩提心呢，要去长养的。我们如果是一个初学者来讲的话呢，那么佛陀当然就用种种权巧变通的方式。好，我们用《妙法莲华经》来做个比喻了哈。为什么叫做《妙法莲华》？其实是用莲花来比喻什么微妙的佛法啊。莲花，那么其实呢是为莲故华。所谓的莲花，莲花哈，那个莲是果，花什么过程啊？啊，为莲故华。我们如果想要得到莲果来讲的话，是不是要开花的过程啊？这是过程哦。花能够开，莲是不是才有机会现出来？但是要到什么花落莲成，花得要怎样凋谢了，莲才怎样，莲果才怎样现，才成熟啊，莲果才成熟。那这个比喻什么呢？所有的莲在比喻什么时啊。那这个花呢，就是什么权巧变通。我们要有很多权巧变通的方式来引导众生啊，对不对？佛菩萨是不是这样来引导我们这些众生啊，凡夫众生啊？尤其我们是凡夫，我们的自信妄执还非常的重的时候呢，那么只好用种种不同的方式，并不是一下子非得啊，进入实的这个部分呢、啊。要进入实啊，说实在呢，还是要透过性空才能进。但是如果我们还没办法，能不能超凡入圣，这里是一个涅槃的关键点。能不能涅槃，是不是要透过性空的观念呢、啊？有没有刚才一直讲为什么用否定式的符号，就是一直在放下什么自以为是的部分，自信妄执的部分嘛？要不断的放，不断的放。所以呢，它是要透过般若道的。但是如果我们般若还没办法接受的时候，也没有关系啊，我们还是可以用什么权巧变通的方式。用权巧变通的方式，就是从现象来谈嘛，对吧？很难去接受法性空慧，那么我们是不是也可以从现象来谈啊？有心有事，从心事做基础嘛，啊，来谈现象，从唯识做。从事来做基础，是不是非常复杂、啊、也不见得所有众生都能够接受。于是呢，还可以用什么从心来谈，有没有？用最简单的就是什么那颗摩尼宝珠嘛。好，所以以真常为心系，对自性的定义是什么？那个自性就是佛性，就是心性，对不对？就是什么如来藏清净的什么摩尼宝珠。它是不是从现象来定义啊？它不是从那个甚深的因缘法来定义哦，这个是千万要搞清楚的地方啊。真常唯心系呢，比较重在什么？重在权巧变通上头。在讲佛性、讲心性、讲这个如来藏，是不是我们比较能接受啊？我们本来就具有，那就不去管是不是无始劫，反正我就是生来就具有，那我们是不是比较安心啊？所以我们说要等于先吃一颗定心丸嘛，对吧？不管我可能啊过去做了很多的错事，对吧？造了很多的恶业，能不能学佛？可以。为什么？因为我们具有什么佛性摩尼宝珠。但是仔细的来想，能不能具有这样的佛性，是不是还要众缘和合啊？是不是要过去有善根因缘啊？那是什么？那是性空的问题了，就说是因缘法的问题了哈。不要一下子就讲性空，大家也不见得马上就理解。也就是说，我们是不是这辈子能够去理解这个观念，或者接受这个观念，跟我们的宿世的善根因缘有没有关系啊？有关系。不信，我们去街上拉一个人进来，告诉他有佛性，他相不相信？啊，纵然他有佛性，他也一直否认。我管你什么佛性跟不佛性，我还要生活，是不是？不见得每个人都能够接受，不见得每个人都能够去理解到说啊，我们本具佛性，
是不是要众缘和合啊？那是众多因缘合出来，所以我们光是要接受这样的一个观念，知道我们有一颗摩尼宝珠，这个也得要有宿世的善根因缘呢，别小看这个部分。但是因为有这个部分，我们是比较能够安心学佛啊，对吧？只要我愿意，我肯学佛，一念的菩提心起呢，就是让我们去体会到说我们有佛心啊。所以常讲说，做用个比喻了哈，一个小学老师教一班同学，老师呢他用鼓励性的方式说，小朋友，你们大家都很聪明，每个人都非常的聪明，那小朋友是不是就受到鼓励啊？但是为什么我们成绩都不一样啊？因为用功的程度不同，是不是？基础是不是大家都聪明啊？如果这个老师不断的去骂学生说，你实在有够笨啊，你怎么那么笨，你说天生就这么笨啊，那这样子是不是大家会挫败啊？会没有信心，就很难去怎样努力，对不对？他会觉得好像被放弃，于是他就很难上路。佛陀对所有一切众生啊，不断的鼓励，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啊。对，有的鼓励的来，真的他去用功了哦，不管啊，他聪明到什么程度，其实如果仔细的来想，每个人的聪明才智是不是不大一样啊？有的人适合读书，有人不见得适合读书，行行出状元也不一定一定在读书上才能够出人头地嘛，对不对？有的人如果不适合读书，他可能也可以有其他的发展啊。但是呢，为了鼓励读书，所以呢就讲大家都很聪明，都很能够读书，只是用功的程度不同，先鼓励大家啊，让大家安心说我还是聪明的，纵然我可能有时候考试不及格，不表示我永远不及格啊，对不对？透过鼓励，是不是还有机会进步啊？这是不是全巧？赞不赞同用鼓励的方式啊？还是赞同，对不对？所以要透过鼓励的方式，才有机会到达什么实啊？所谓的涅槃，就是见到了什么诸法实相啊，见到了诸法实相，那么是需要透过性空的，是放下的，放下什么自心妄执。所以我们说是透过否定式的符号，我们是不是才有机会放下？跟放弃不同哦，放弃它带着情绪化，放下是理性的。我们现在的这个就是我们学佛，其实是学佛陀告诉我们的什么真理法则。在真理法则里头告诉我们说，那种单一不变跟主宰的特性是不存在，但是我们偏偏又一直不断的去执着这个部分，对吧？透过道理慢慢的说服我们自己去接受这个，然后我们去怎样，是不是逐渐的去放下？也没有办法说放就放，哎，这是不是逐渐逐渐的怎样放啊？是透过逐渐逐渐的来放的啊。所以学佛是透过理性的，是透过智慧的来调理我们的情绪化，所以叫做什么以智导情，有没有？天经文法其实是在疏导我们的感情，我们的感情如果没有经过疏导，我们是起伏变化很大的，因为我们非常着相，我们很在意某某人对我们的眼色，对我们的口气，这些我们是不是很在意啊？一旦我们在意这些，我们是不是很难自在？每天我的情绪如何，我得先看看那个人到底是晴天还是雨天啊，还是乌云密布啊，而不是自己在做主哦。我们把怎样把这个权力放出去给别人，那就傻了。为什么？因为着相。如果透过性空的话呢，就无所谓，纵然他不高兴，纵然他口气不对，是不是也只是一时的现象啊？不表示明天他这样，哎，也不表示下午他也一样这样，是不是会变啊？会变。所以我们就不用去执着那个当下的那一点，而且我们常抓着那点不放，对不对？而且我们的痛苦难过又难过在那个点上，有没有？在某一个脸色，某一个眼神，我们是被那个点给绑住啊，那就麻烦。
那是不是着相啊？那如果知道性空，就是说它那个也不过只是一时的现象，是不是一直在变啊？一直不断的在变，所以执着那个点有没有用？没用。执着那个点只有徒增我们的烦恼痛苦，烦恼痛苦多了就愚痴就出现了，是不是情绪化就来了，对不对？无明烦恼造业点点点，恶性循环，那是划不来的。好，所以呢我们说要透过理性的部分才能够摆平我们的心嘛。如果在现象上是不是不容易摆平？不过在现象上我们也得要去怎样做一个程度的理解，就是说啊，我们起码我们都具有什么清净的佛性如来藏啊，来让我们有机会一点一滴的怎样往上进步，往上提升嘛。好，所以呢也要开权才能够怎样显实。所以不要以为说啊，这是权巧变通的东西，所以我就不要。我们不可能去建造一个空中楼阁啊，是不是？不可能空中楼阁。所以呢我们还是需要什么权巧的部分。纵然啊，我可能个人不需要，但是我们是不是也为众生来学啊？因为普遍的众生来讲的话还是需要，对不对？所以所谓的菩萨倒不是只有为自己学，是不是还要为众生学啊？为众生学嘛，多闻广学是为众生呢，也为了当我们能够去为众生学，其实也解决了自己的很多的疑惑啊，是不是？所以要开权显实，但是要怎样废权，是不是才能够立实啊？从此岸到彼岸，从有生死的此岸到无生死的彼岸，那么需要搭个波瑞船，但是能不能上岸，是不是要放下船啊，而不是拖着船上岸啊？那个都不算真的上岸，是要放下。这个过程当中需要语言文字哦，但是我们说语言文字没办法去表达那个真理的现象，涅槃的境界。波瑞将入毕竟空，觉诸细论，有没有？涅槃的那个平等性是无法以语言来言说的哦，因为任何的语言本身有没有分别啊？就起分别。所谓的涅槃的境界，它是根本无分别智的现前，它是无分别的。为什么能够无分别？其实是透过粗分别到细分别，然后才能够怎样无分别。我们刚从相是不是粗分别啊？什么叫细分别？因缘，看到更深的什么因缘条件。一个人为什么那么富有，一个人怎么那么贫穷，有没有他的因缘啊？他们所修的福报因缘是不同啊，所努力的程度是不是不同啊？当我们去追这些因缘，我们会不会比较理性的来看待啊，而不是很主观的只是去羡慕人家的富有啊，而去轻视人家的贫贱，那这样是不是还是着相啊？那表示我们自己是不是也是如此的啊？人家的贫贱不是他专有的，不是他专利哦，我们是不是有贫贱的机会啊？如果我们所累积的福报因缘跟这个人一样，我们一样也是贫贱的，是不是非常平等的？所以从因缘去思考，是不是就比较细？从现象呢比较粗。越俗啊，越在世俗里头打转的时候，他是不是要透过现象来显示他自己啊？对不对？透过他所戴的表，他所用的什么什么名牌之类的，对不对？来表现他的什么身份？但是我们说这个跟生死是不是无关啊？不管你用再多的名牌，终归是不是还是要一死啊？这个部分是不是非常平等啊？达官贵人一样要死，贩夫走卒也是得死啊！有修行的人是不是也要生老病死啊？没修行也是会生老病死，但是差别在哪里啊？所谓的有修行，因为透过接受，而比较有智慧，比较平静的来接受，所受的苦会少一些。我们凡夫众生因为着相，所以我们去拒绝，所以我们花了很多无谓的力气，之后还是失望的，还是无奈的，痛苦是不是增加的？反而是增加，因为愚痴而痛苦，因为
有智慧而降低什么痛苦，是因为我们接受知道整个流转的什么必然的次第，所有一切东西一定会成住坏空，有情的生命必然会生老病死，这是不是所有一切都得要接受的？在因缘法上是非常平等，在现象上呢，组合出来不平等的现象而已。但是如果我们从不平等的现象里头去理解那个甚深的因缘，我们是不是就能够怎样接受啊？能不能接受？因为我们每个人去累积的福报因缘不同嘛，努力的程度不同嘛，数据的善根因缘不同嘛，是不是有太多的不同，所以才形成出不同的什么现象？那么以身的因缘来讲，是不是非常平等的？是平等的哦。好，所以呢，我们说要从凡夫的此岸到圣者的彼岸来说的话，是要废权而立实。好，那么我们当然到这个地方，它是需要了义的。啊，是要透过法性的。但是如果我们还在这里呢，其实我们大部分用的还是比较权巧的部分多，也不能没有哦，也不能没有啊。所以我们一般都觉得啊，那到底究竟比什么比较了义，马上就要去抓那个了义的东西，那表示也自己也没了义啊，是不是？因为我马上就要想去执着那个东西，只要有所执都不可能解脱。所谓的了义是帮助我们怎样解脱啊？以小圣来讲的话就是证出果嘛，以大圣来说的话是不是登出地啊？好，那是跟什么呢？跟真理的现象开始接触了，开始去触碰到了。那真理到底是什么呢？我们说如果它像太阳一般来讲的话，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在我们的所谓的凡夫的境界呢，就好像在乌云密布之下，终日见不到阳光。但是如果我们有善根因缘，我们是不是确信这个乌云之上有太阳啊？所谓的到达时就像拨云见日，一道曙光洒射下来啊，如果成佛像个太阳一般来讲的话，那么这个地方呢，就像一线的曙光，我们是不是不再怀疑了？好的，那线曙光，它的值来自于空义，甚深空义，在值上是一样哦，量上不同，越往上，它的量越扩大。好，所以。身为圆觉能不能解脱的关键是不是在甚深空义的体证啊？啊，在空义上的体证。菩萨呢登出地，其实他一样啊，境界是一样的，但是因为菩萨他的什么悲心重，透过慈悲心而扩大。佛教所讲的慈悲心不是用爱心啊或者仁爱博爱或者大爱之类能够表达，佛教所讲的慈悲心建立在缘起的法则上，因缘的平等性而打破了很多的界限而扩大啊，所以那个量呢是不断的扩大到怎样呢？万里无云，晴空万里啊，太阳光照遍了大地一般啊，所以甚深的空义就是才能够去表达佛陀所体证到的这个真理法则的现象了。好，那当然我们如果还在初学的阶段呢，其实权的部分是很重要的，没有权是不可能到实啊，对不对？我们不能说我只要莲果我不要莲花，可不可能？那是不可能，是不是要经过花的过程啊，开花的过程才能够到达什么莲果嘛啊，所以在这个初学的过程当中啊，是需要权巧的啊，像唯识唯心系都非常好用啊。如果牵涉到能不能解脱，那就需要甚深空义性空的这样的观念，从法性去下手。但是过程需要不需要这些权巧变通的法门啊？需要。尤其一个菩萨啊，所谓的菩萨就是要去广度众生，要服务众生啊，要利益众生啊，对不对啊？要去随顺众生的什么根基嘛，
啊，所以必须要多闻熏习，广学多闻啊，啊，好，所以呢，这个我们啊，以《胜曼经》来说的话，真常唯心系里面讲的自性是什么？心性、佛性，啊，是如来藏，啊，跟波瑞系讲的自性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啊，啊，波瑞中观。或者叫性空为明系，所定的自性是什么？单一的、不变的、实有的、主宰的特性，才叫做具有自性。但是实际上是不具、不在的、不存在的。所以一直用什么？不只用空、用不、用无、用非，一直在表达这样子的自性是不存在。那个是我们自己妄执出来的。啊，讲的是甚深的什么因缘，深细的因缘的平等性。啊，当我们说讲到这个心性、佛性，这个已经是现象了，它是不是要众缘和合出来啊？它也必须要众缘和合出来，那个已经是相了。所有一切相是不是也都要众缘和合出来的？啊，所以这个定义上是不一样啊，千万不要混淆。啊，好。那么以大圣佛法啊，尤其我们说《胜曼经》哈，它讲的圣这个三义嘛啊，第一个就是平等义啊，在以出家人跟在家人来说的话啊，那么其实呢，这个学佛啊的这种因缘啊、权力啊种种，是不是都是平等的、啊，都一样可以学佛啊，并不是学佛非得出家不可。出家有出家的因缘啊，对不对？在家是没有在家的因缘，纵然在家其实也不阻挡什么，也不妨碍学佛啊，因为我们都具有什么，都具有佛性啊，只要是佛弟子啊，那么必然都具有什么甚深的这个佛性啊。那么所以呢，以在家出家来说的话啊，那么其实呢都是平等的啊，只不过呢，那么如果以声闻来说的话，以出家人为主，反而在家人比较能够行什么菩萨道啊，比较能行菩萨道。所以如果在图像上啊，我们看到有佛像、有菩萨像，还有什么弟子像啊、声闻像来说的话，那么佛像啊，以佛像它没有任何的璎珞，佛是透过这个修行而来的，那么往往现的是什么？所穿的是袈裟，没有任何的装饰。但是菩萨像，他是不是就穿的是在家人的衣服啊？哎，而且可以挂很多的璎珞啊，还可以有法髻，是不是？啊，佛像的话呢是肉髻而不是法髻啊，它是一个突出，这种突出其实是头盖骨的突出，不是头发的突出而已啊。头发突出就太简单了嘛，对不对？头盖骨的突出那可是累生累劫修持过来的圆满相啊。所以在家人一样啊，是可以修行的，可以学佛的啊。那个弟子相呢，所现的大概都是声闻相，对不对？阿难啊、迦摄尊者啊，这些是不是都现比丘相啊？都比较现比丘相啊，所以声闻呢都比较以比丘为主哈、啊。那菩萨呢，比较现的是在家人相。当然，在家人里头也不尽然没有修解脱道的啊。那出家人当中是不是还是有行菩萨道的比丘尼啊？还是会有的哈。啊，那么也就是说，其实呢，在家人、出家人啊，是相上的不平等。但是在佛性平不平等啊？它是平等的，啊，好，所以呢，这个以大乘佛教的平等来说的话，哈、啊，在这最后面这里就讲，并不以出家为重啊，而说什么在家与出家的什么平等性，啊，所以我们所谓的平等啊，都还在加个平等，有没有？见到的所谓诸法实相乃什么？诸法空相，不是空空如也之相，而是什么？平等之相。
啊，儿子平等平等之下，啊，那么男子与女人来说的话呢，也还是平等的，啊，还是平等的。好，那么就像我们这个《圣曼经》啊，就是由圣曼夫人来讲经说法嘛，啊，所以女众一样是可以修行啊。那《庙会童女经》也是啊，啊，还有一些这个宝女品啊之类的，那么也都是在讲什么男女的平等啊，男女的平等，还有呢老少的平等，老少的平等。我们平常如果着相的话，我们都是所谓老相都比较是什么年纪大了啊，但是如果我们生细的来想，那倒不见得，对不对啊？如果以佛法里面讲的那种老少来讲的话哈，是他的那种成熟的程度啊，对智慧上的，那么不一定一定到老啊，因为如果他数据善根因缘的话，他们可能年轻的时候啊就已经怎样在佛法上非常的深入啊，就像印顺导师37岁就做了什么有一部这个非常重要的很关键的哈，叫印度之佛教的这本书啊，啊，那么37岁，啊，所以这种整个的大的架构的完成几乎在少壮年代哈，啊，常常会觉得说，属于大师级的人物哈，啊，确实他们的那种在世间看到的成就来说的话，几乎在什么少壮年代就已经出现，少壮为什么在少壮年代他就能够如此的成熟？因为宿世的修行。宿世累积过来就不差这几十年啊，真的就不差这几十年哈，啊，所以所谓的老少这里就讲到哈，啊，有圣意上座啊，有智慧的上座，有没有啊？圣意，所谓圣意上座的圣意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一般讲说有二谛啊，有世俗谛跟什么圣意谛啊。那世俗谛呢往往就是在世间法里头，我们学佛，尤其佛教不同于其他宗教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什么？解脱道上。啊，如何的解脱呢？就是必须要去跟什么真理法则去相应相契。那这个真理也就是圣意谛的，啊，也就是所谓的什么真实义的，也就是在超凡入圣以上的。啊，在超凡入圣以下呢，属于凡夫，属于世俗谛。超凡入圣以上呢，那么就属于什么圣义地啊，透过圣义而解脱，透过真理而解脱的啊，这透过真理法则而解脱，而且要去证验证啊，要验证啊，所以我们说是透过闻慧思慧修慧到什么验证慧，有没有现证慧？所以所谓的所谓的涅槃是透过什么验证来的，但是一定要有什么闻慧思慧修慧的基础啊，之后才能够现证慧，那在现证慧上而能够获得解脱啊。所以声闻来讲的话，出果最困难，二果三果四果就势如破竹啊，水到渠成啊啊，所以呢这个属于圣意地圣意的上座啊，还有呢就是智慧上座。受持三藏的大德法师也可以称为是什么智慧的上座，还有呢福德的上座啊，福德的上座就是他的这种啊因缘比较殊胜啊，因为他不断的去利益众生啊，得信众的这个仰赖啊，或者因为他的财力啦修饰啊塑像啊为佛法来服务，那这个都属于什么福德的上座啊。所以有圣意上圣意的上座来讲的话呢，是专精啊禅思的，智慧的上座呢是受持三藏的啊，福慧的上座呢是勤劳僧事啊的杰出者啊。所以不是只有从这个年龄上面来分辨而已啊。所以呢不管年轻与否哈，啊，年纪大，那么主要也看我们在这个智慧上面啊，或者在福德上啊，乃至在圣意上啊，所努力的程度会有所不同啊。所以一样啊，如果是数据善根的话呢，那么小小的年龄它也
啊，有相当的一个成就哈、啊。就像这里也讲到这个圣曼夫人啊，她年纪轻轻的也能够红通大圣啊，也能够引导七岁以上的童男童女都来信修佛法啊。好，那以上所讲的是什么？平等义啊，不管是出家在家，平等的，对不对？不管是男是女，是不是也是平等的？不管是老是少，他还是什么平等的。第二个义呢，就是就近义，就近的啊。所以我们说是透过三义呢，那么就是平等就近到什么摄受啊。那么我们讲第二个就近义哈。啊不仅平等呢，还得要怎样就近，还得要就近哈、啊。所以这个就近来说的话啊，也有程度上面的什么差别。好、啊，比方说我们讲说波瑞将入毕竟空，觉诸细论，毕竟空跟什么就近空，同样是空哦，直上一样，量上不同啊，直。都来自于什么甚深空义，都来自于我们对自信妄执的什么破除，才能达于什么平等啊、哦，才能够达于平等啊、哦。所以我们说所谓的、这个毕竟空，就如同什么太阳光里面的一道曙光而已，一线曙光。到究竟空呢，它是尽虚空界的，是万里无云的，没有任何的那个云彩能够挡住它，啊，好，所以到究竟来讲的话呢，要成佛才算究竟，啊，要透过成佛。不过以阿罗汉啊，他的解脱的值啊，跟佛陀解脱的值是不是一样的？值是一样啊，量上不同，透过菩萨道而扩大量，啊，是扩大量的。所以呢，这里说如来的功德啊，所谓的如来的功德呢，它是究竟圆满的，不是小圣可以怎样可比的，有没有啊？所以呢，假设我们透过成佛之道啊，大概呢也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哈、啊。第一个阶段叫做五圣共法，三圣共法到什么大圣不共法，到大圣不共法啊。所谓的五圣共法呢，就等于说所有的五圣包括的人圣跟什么天圣啊，以第一个阶段，那么以人天圣为当机者啊，以人天圣为当机者，那么也就是说在人天圣啊，在世间的这个人天圣来讲的话呢，其实我们也可以怎样行菩萨道啊，可以从这个地方开始，这个叫做直入行的。但是也有一些人呢，透过人而怎样声闻佛法，声闻佛法而超越了世俗，那之后呢，他再怎样回小向大，这个是属于回入行啊，有回入行跟什么直入行啊，跟直入行，这个很像高雄有一栋大楼，有没有啊？他这个要上到最上面，有时候要换电梯，是不是啊？要转折，还有的呢，可以从下面直通到楼顶上的。啊，那这个以人来说的话哈、啊，在五圣共法里头，如果能够行菩萨道哈、啊，三福行里头呢，从布施、持戒跟什么修定，那么如果修的是慈悲喜舍的四无量定，其实可以由人而进入菩萨身，啊，可以走这条路，啊，也可以走这样子的一条路。有的人是因为这个学佛之后呢，那么知道世间无常。生死苦迫，所以呢厌离生死而希望心入涅槃啊，那就会走什么小圣的解脱道，小圣的解脱道。那以小圣的解脱道来说的话，它最多到什么证入无生嘛，是不是？但是还不够究竟哦，是不够究竟的哈、啊。所以从这个地方呢，先体会到所谓的毕竟空的这个空啊，在过程当中呢，是空的扩大，到成佛呢，才叫做究竟空，尽虚空界。啊，那么这是层次上的不一样啊，所以呢，它其实是有差别的。啊，
所以这里说所证的涅槃来说的话，那么如来是什么？无余的涅槃啊。小圣呢只是少分的什么涅槃啊，初常法位，涅槃的法位，那么在超凡入圣那个点上它是少分的，只是其中那个量很少啊。到成佛的话呢，它尽虚空界啊，是无余的涅槃，没有任何的有余啊。只要有生就会有余，只要有生死就有余啊。要真正的脱离生死，那么才叫做什么？无余，才叫做无余涅槃啊，才叫做无余涅槃啊。那当然呢，这个以生死来说的话哈，又有两个阶段哈。无生以上呢，无生以下来说的话，都是叫做什么分段生死生。分段生死，无生凡人以上哈，等于四果或者七地以上呢，才叫做什么变异生死。一直要到成佛才怎样，才完全脱离生死。以生死有两大类啊，生死有两大类，一大类叫做分段生死，一大类叫做什么变异生死。变异生死，那我们凡夫众生我们所熟悉的叫做什么分段生死生。我们是不是现在活一段啊，然后都得面临死亡，死亡之后呢，我们说往生，往生他又往什么生的方向去了，对不对啊？经过这个中阴大约49天，然后呢就决定了自己的父母，是不是啊？就透过父精母血又怀胎10个月9个月左右，那么又怎样又出生了。那这个是不是一段生一段死，一段生一段死，叫做什么分段生死。而且它这个都是有色身的啊。好，那超凡入圣呢还是分段生死哦，他还是分段生死生。初地菩萨、二地菩萨一直到七地菩萨来说的话呢，都还是分段生死生。好，那为什么会有分段生死生？其实是我们第七意识的那个杂染没解除，一定会分段生死。那如果以那个声闻来说的话呢，他正出果是把它扶住，让它不起作用。所以我们说以声闻难传来讲的话，非常重解脱道，它必须要有定来辅助。慧是关键，慧哈，智慧帮助我们解脱，但是呢要到能去验证啊，那么叫做具解脱，可以透过慧解脱跟什么具解脱。所谓的具解脱呢，就是它慧跟定要结合在一起。要证涅槃呢是必须要有定的才能够验证啊，但是关键在慧哦，定是一种辅助啊，是一种辅助。所以呢初果、二果、三果、四果呢，它只能说是扶住了什么第七意识的杂染，所以它还有余习，还有余习在啊。所以以声闻圣来讲的话，它所断的只是分段生死生而已，它的变异生死生没断啊。变异生死生又叫做什么异生生，随处祈求随处现，只要有意，要有意识啊，啊，比方有人求救，要有因缘，是不是才能汇合啊？啊，八地以上的菩萨呢，叫做这个无功用地以上啊，他不费吹灰之力，为什么能够分身无数意？就是因为第七意识的杂染解除。我们只要有杂染的话，我们必定会在不断的生死，而且是用分段生死。当杂染解除的话，那么我们的第八阿赖也是里面还含藏着什么过去杂染过的种子哦，它里面是不是还有杂染的种子啊？所以它这一段呢就必须要去怎样出清存货，所有的杂染都要出去。所以其实它变异生死也得要有杂染的种子，只是它非常快速啊，因为我们众生在求救的时候是不是都是紧急万分啊，
没办法说还要等到这个怀孕期八九个月，再等他长大，再等到他有能力再救那的维护期啊，对吧？啊，那这样子是来不及的。分段生死生只能用这个方式，但是真的所谓的菩萨摩诃萨，他是不是能够随处祈求随处现啊？他其实用的就是那个变异生死生，所以他还有异生生，他还有异生生啊。那等于说把这些杂染的种子全部变现完毕了，所有的清净的种子就能够怎样尽虚空界，就没有任何的什么局限性，那才是究竟的圆满啊，才是究竟的圆满。好，所以呢，以大圣跟小圣来说的话呢，其实它是有境界上的差别哈。所以这里就讲到说，小圣哈所证的涅槃，如来是无余涅槃，小圣只是什么少分的涅槃，量很少，值一样哦，啊，值都会是一样。这个值其实来自于平等，因缘的平等性才有机会解脱。只要我们认为不平等，我们都被束缚，我们被什么不平等束缚在那里？我们很在意啊，别人对我们的不平等啊，是不是？啊，不管别人对我们好，我们是不是也在意啊？对不好，对我们不好更在意啊。总说也因为着相而在意，对吧？那么我们的在意也因为怎样我们着相的缘故啊。哈，好，那么所以呢，大圣所断的涅槃来说的话，佛呢是断尽五住，二圣只断了什么前四住的涅槃。好，那这个部分我们就可以看啊，这个部所谓的五住啊，总共有五住。那么有根本的很深细的无始无明住地，无始无明住地呢，那么就不是小圣能够断的。其实小圣声闻他所断的都比较属于知末的部分，属于见惑跟思惑或者叫修惑的这个部分啊。见惑呢，也就是道理上容易明白，道理是不是大家容易理解啊？啊，就像我们所说的这个顿始跟什么历史啊，啊，比较力能够怎样，五花都出来塞也叮当的力的那个刀很利啊，可以切得断。道理明白之后呢，其实我们一些错误的想法，我们是比较容易放下，但是我们的我见却是不容易放的。对吧？哦，所以这个我见就要透过什么？透过性空来破，透过波瑞来破。好，那么以声闻来说的话呢，会有见惑上的，也就是比较属于思想见解上的，那它也是通三界，不过它呢，它比较容易去断，它叫做见一处住地。那思惑上的呢，就是说理比较容易通达，但是事上是不是要慢慢修啊？在理上我们很容易知道说贪嗔痴不好不对，我们也很想放，在理上我们是不是很容易想要放啊？但是事项上又不容易耶，啊，听经闻法回去了不是马上贪嗔痴全断光了，没那么容易啊。但是思想上我们起码知道贪嗔痴不好不对，不要任其发展，对不对啊？是可去怎样去限制啊，去调哈，去调和他的哈。所以呢，在私货上也比较属于世上的不容易啊。那么要从欲界色界到什么无色界，那么也就是所谓的欲爱住地、色爱住地到有爱住地，这四地来说的话是声闻可断的，但是声闻断不了这个部分。那这个部分呢，其实就是要透过菩萨道啊，因为声闻呢它不够究竟，声闻是无法究竟的，啊，它所断的都还是比较粗的部分，啊，属于四柱，那第五柱呢，它还没办法断，啊，所以这个部分呢，它还是不够究竟的哈，是不够究竟，所以这里就讲到所断的烦恼来说的话，佛是已经怎样断尽五柱，二圣来讲的话呢，只断除了前四柱的烦恼。所离的生死苦，佛陀永离什么二种死，分段生死，还有什么变异生死，
但是二圣只离去了什么？分段生死。所修的道呢，佛陀是修一切道，那么得第一义智啊。但是二圣来说的话，他只修什么少分道，得初圣地智啊，得初的这种圣地智啊。所以呢，从就是说要透过大圣佛法行菩萨道到成佛的圆满，佛陀的这种常住功德才是究竟的，才是究竟的哈。好，我们休息一下，阿弥陀佛。